第十六题，为了同时测量一电阻器中的电流及其两端电压，下列电路接法何者正确？我们晓得用伏特剂跟安培剂的时候，伏特剂要并联，安培剂要串联。那么这里面呢，我们就看到只有我们的选项 A 会是对的，其他的呢 B、C、D 和接法呢都是错的。没有呢，伏特剂要并联，安培剂要串联。但是我们还得必须要注意，并联的时候或串联的时候要正要接正，负要接负。那我们看到没有错，我们的伏特剂呢正的是有接正，负的是有接负，安培剂呢也是一样，正的会接到正，负的会接到负，所以呢，我们的选项 A 是确实没有问题的。因此，第十六题问我们说，下列电路接法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。